your salt. Your salt, yeah. 就觉得他的这个手啊，很厚，很大很大，他的手很大。什么意思？这要什么意思？想要干嘛呀？泡那个啤酒浴，老板要给我们免费。他知道你是 super star. Of course, 有眼睛都看得出来，好吗？就是这些 your spa, 是用啤酒帮你沐浴的。那上面是 hotel, 然后下面才是 beer spa。有六房的位置。The location. A30. Yeah, May and signature, please. OK. 再把你没有过敏。对，我没有过敏了。都完成这样，我都没有过敏。对，我们要准备的沐浴，还送我们15分钟的马杀去按摩。我会差不多 changing room, I'm ready for it right now. 这里面有浴巾给我们，我有3节，就是3个一块泡。Yeah, of course. Oh, 像是酵母菌的感觉。We can drink the water. No. Right here we have unlimited consumption of the beer, so you can drink how much beer you want there. The beer is like the bell, just ringing. Okay. 好舒服哦，很滑，我也很怕。就是热水，你要过来一点，不要碰到。对啊，喝到会过分。然后回去以后变成19度。皮肤它是好滑的状态，非常的香，有一股很天然的味道。它皮的味道也好好，然后它这边环境啊都很棒，你可以一个人在这里空间里面。另外一边就是按摩室，人家可以到那边去按摩。如果大家想要泡这捷克最道地的啤酒浴的话，就要来 Berner 的 Beer Spa。干杯。把我鸡巴给盖好。Your skill is very good. Yeah, thank you. 是觉得他的这个手啊，很厚，很大很大，他的手很大。我觉得这个角度好好玩呢、哦。你一把我拍得很像鬼。How old are you? 21 years old. You're so young. Guess how old are she? I would say 23. No, too old. 这你可以吗？这个哦，太小了。我说身体哦，对啊，这种还算 OK。然后阿姨按下，请我跟阿姨出去一下。那好吧，赚到了。因为我左边在落枕了，但是整块肿起来，阿姨在帮我消除那边我的肿胀感。这边不是按摩浴吗？我是吓到火焰会飞走的那个。我吓到了。Very smooth. 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so cute. Berner 有很棒的这个啤酒浴，然后还有很厉害的 massage. This is like the dark beer. Oh,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Vojtěch. Vojtěch. Yeah. Is the Pinot is good? Yeah, it's really fantastic. Okay, can you send a message to me?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and have a great evening.Thank you. Bye bye. 这个算是还不错，很有道德观念的一个商家。什么意思？不是找一些丑男那边给你按摩吗？那个真的差很多哎。哎，这皮肤很滑哎。哎，那一定要来，啤酒浴真的太有趣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换好的捷克衣长这样。他们那边是刷卡啦，但是想说，你脱衣舞娘不可能拿刷卡去吧？我们的脱衣舞店。就是要进去那个 straight club 里面要换的这个给女郎的小费，你只要手举起来，他们就会自动来拿这张钱。你就可以塞到他奶里面，或是他内裤里面，或是你可以咬住他，会用那个他的奶把他夹走，很好玩哦。Casino Happy Day， 他叫你不要停。Master， 我坚持要来的国家都一定要黄赌毒三样俱全，我才能够接受。但赌的话，我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赌博，其他两个我都蛮能接受的。我这个黄跟毒都有急到，还差了一个去拉拉爸妈。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三样就是不可能没有啦。所以你看，其他国家就是非常的知道这一点，再怎么样都要把这些东西法制管理。我们现在来的地方，这些都是合法的。就是礼拜一的晚上快12点了，路上还超多人的，真的是一个不夜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住的旁边还有色情按摩店。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来这的原因。哎，先照顾我还玩。今天不要门票，但喝酒要钱。前面这人可以。
然后还有跳那个什么体操的钢管舞给我们看，倒挂然后双人舞蹈，很厉害。我觉得他应该是奥运选手来的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来说可以看一下多一点变的表演，你会很喜欢，而且感觉非常的健康。其实我在日本有看过哎，可是日本的会更好看吗？没有没有，他们穿那种和服式的，没有像这边很 open 的感觉。可是生意非常好，我们出国就是要挑这些都很大的国家，反正我们没怎么样，我们就出国黄赌毒而已啊。既来之则安之，他们就黄赌毒合法，我就叫我们黄赌毒，我什么办法？十八招十八禁，你确定你要去看哈、哦？你不要被骗了。你跟他讲啊，他都骗我打啦、哎。不是一个人，好来他，谁来他们？How many show? How many show?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基本你都不知道要看十八招，你来这边才看三招。我在华泰老看过了，可酷了，我有看过你啊。这个是要看套的、哦，还、啊、有男模走秀啦，还有 fucking 秀。哎，你们这次又在加钱？你不能骗，哎，我们录影为证啊！哎，我的呀，我的，一个就六百就好了，七百。啊，六百要亏了。哎，我刷下六百了，六百没办法。啊，那个是可以叫出去打炮的啦。十八招不能录音，只能搭配录音和简单的动画呈现。我们的不是也要被动接受，我们不是说被放手的，我刚刚用心在设定安全，来到我们这里来推翻拉长带，推翻拉推翻抽烟，还用推翻抽烟给大家看，如果的话然后在他面前，那个蟾蜍超恶心，而且那个蟾蜍只要跳出来就要跳墙。他们都是骗小费的。他为什么要这样骗小费方式？他们就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里面的人都被吓出来，你看他们在外面了。已经没生意了，因为它里面爆满，他们里面坐不下嘛。因为你们会觉得鸡巴的水很脏，你们大家都往外跑嘛，后面的客人才有位置再进去的嘛。然后有一个老外超生气的，因为他被射到眼睛。哎、欸，如果那个蟾蜍跳到你奶上，你会疯掉。我应该。你以前看的都没这样吗？以前看的不会这样，以前看的就是大家都是坐在后面，就是像电影院那样，他在台上表演，而且他下面不会有人在那边逼你缴那个小费。那今天的有没有比较有趣？我就吓到，我越来越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啊。像今天这个应该不算被骗吧？他就是骗你们的小费啊！哎、欸，小费放在前面不给你也不好意思啊。而他这次创新的就是蟾蜍比较厉害。